房租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啊。那个，东城那边啊，正好有个夜市，妈准备收拾收拾，到那边去摆个摊儿就行了。那我明天陪你去吧。哎呀，不用不用，你就在这儿好好照顾大个儿，我一个人可以的。算一算，这个房租要10号才交，没问题的，来得及。 阿姨，真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大哥，说什么话呢？要不这样吧，等我出院之后，帮你们摆摊儿，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有我帮忙，钱肯定赚得多一点。不用，我们救你又不是为了让你回报，不用你操这个心啊。哎呦，那不行的，嗯。 而且我这个逆行性遗忘症还没有好，我哪儿都去不了。你们不收留我，我住哪儿？我怎么办啊？哇，我们救了你还不够，等你好了还要继续收留你啊！是啊，两位美丽的小姐，拜托你们收留收留我吧，拜托拜托拜托了！不行，地下那么好的事，你自己说，你能帮上什么忙？哇，我能帮的忙可多着呢，看我这么大个儿。 我什么粗活都能做，而且有我帮你们摆摊，我保证你们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大吉大利，大富大贵。而且你们还可以……好了好了，大哥，你这些吉利话呀，留着过年的时候拜年再说吧。啊，吃饭吃饭，饭都凉了啊。那你们答应我了。现在各位手上的资料里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互联网票选的前三名，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近来有一名参赛选手刚刚加入比赛，却在短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上万张选票，排名速度上升的也相当的快。在资料上是哪一位？啊，我把它放在第二页的第一栏了。给，拿好啊。给，我叫张寒夜，涵养的涵。 鱼眼往返的燕，我觉得这红花瓷的名字还是不错的。我也觉得，张寒夜取得红花瓷这个名字好极了。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名字不错，百年红星，而且它的网络票选也是第一，说明有很多人喜欢，这一点我们是不可以忽视的。No， 这命名比的是创意，比的不是人气。如果说我们今天比人气的话，那直接选网上票选第一的不就好了？大家何必坐在这儿开这个会呢？就是嘛，说的有道理。没错，大家来开会就是要集思广益，选个好名字。我就选这个红花瓷。红花瓷。我们金玉堂开的是专卖店，所以每一个客人对我们的喜好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既然这个名字它的网络票选是第一名，说明它有非常高的人气，那我们就应该选择人气高的这个。这能算数吗？网友坐在电脑前什么心思，你能知道吗？如果说今天有黑客恶作剧，把一个烂名灌满了票数，那我们也要照单全收吗？说的没错嘛。嗯，你们这算是什么理由啊？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好了好了，你们都别争了。 我倒觉得两个名字都不错，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提议了？既然这样，我们就采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票多的为胜。不，我们找了一天一夜都没有发现，请公司再多派些人手。这怎么回事？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关着机，你去给明伟打个电话。 看他是否知道一楠的下落。来呀，来吧，快进来，来坐坐坐坐，别客气啊，坐坐，坐呀，大个儿，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啊，别客气，快坐。对啊，我爸不在。 你就放心住下吧，把伤养好以后，要走再走。哎，妈，你先招呼一下，我把那个杂物间收拾好，他就住在那儿吧。
坐呀，快坐下。哦，谢谢。哦，大个儿啊，对了，这些钱呢，是我们把你的戒指卖了，然后帮你付了医药费剩下的。来，拿着。哎，不不不，阿姨，这钱你收着吧，拿去付房租。那怎么行呢？这房子是我们住的，怎么能让你付房租呢？拿着，拿着，哎，别别别别别，阿姨，拿着吧，拿着吧。 哎，你拿着吧，阿姨，我们都没有道理拿你的钱，就是拿着。放心吧，啊，我和我妈会有办法的。这怎么好意思啊？哎呀，你们怎么那么固执啊？哎，我们不是固执，是原则。我只想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尽点心力，你们连这点心力都不让我出。哎呀，好了，你当时受伤昏迷，如果我们不救你的话，你会没命的。 想起什么来了？我什么都没想起来，我一想就觉得头疼。好了好了，别想了啊，这不刚出院吗？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想来想去，这不得把脑子给想坏了？妈，脑子想不坏的吧？那他只要一想，头就那么的疼，别勉强他了。行了，回家吧。 我们回家，走。哎呀，别动！哎，你别动啊，别动！我现在根本就动不了，你们快一点，我好怕它咬我，你快点救我！好，好，好，大哥你别动啊，别亲到蛇，你别动！那怎么办？我来想办法。 脚崴了，受伤了，来，哎呦，小心啊！哎呦，小心！百年红星一票。 红花瓷一票。 百年红星一票。 红花瓷一票。现在红花瓷和百年红星票数是3比3，成了平手。最后一票是。 最后一票到底是谁啊？别卖关子，快说吧！红花瓷一票。太好了，我就知道红花瓷一定会赢的。那是因为你有这种 sense。儿子，继续加油啊！哎，你是不是跑票啊？经理，你知道我一定是支持你的。
怎么可能会跑票？各位，经过投票，现在已经分出胜负了。代表金玉堂百年礼成的纪念酒为红花瓷，少数服从多数。好，既然我们的新品牌名字已经出来了，那么大家赶紧下去准备明天的活动。若花，嗯，你马上通知印刷厂，请他们按照设计方案连夜加班，嗯，印刷出一批新的包装来。爸，我觉得既然现在我们用了红花瓷这个名字，那我们就借着它的喜气把我们新酒的气势提升起来。好，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可是你打算怎么做呢？我觉得我们就从红花瓷的红字入手，这代表着红红火火。哎，这个彩盘怎么那么奇怪呀？红花瓷是咱们儿子选的，他怎么又抢去做活动？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新酒的名字是咱们儿子选的，他活动要是做成功了，咱们就抢先去向叔叔报告，说多亏是刘翔选了好名字。活动要是失败了，还有他萌萌背黑锅呢。我就知道我嫁给了一个聪明的好丈夫。那还要说吗？必须的。妈，把你从外面找回来，叫你办点事，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失败了，太让我失望了。跪下，跪下。妈，都是我不好，害你把脚扭伤了。是妈自己不小心，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我，都是我说要去树林，结果不但什么都没想起来，还害得阿姨受了伤。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人啊，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们任何一个人，没事的，只是我这个脚连走路都不能走了。那明天，韩爷，明天只能你一个人出摊了。哎妈，你放心吧，这摆摊做生意的，我从小看到大，我应付得来。哎，你总归是个女孩子，还是有些不方便。哎，我看这样吧，明天开始我陪韩燕去摆摊，等到韩燕把我都教会了之后，你就可以回来陪阿姨了，这样好吗？你要帮我们摆摊做生意？嗯。哎，这怎么好意思呢？哎呦，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们救了我，都不让我报答你们，现在是我可以报答你们的最好机会，你们就答应我吗？可是，摆摊可是门手艺哦，要看资质的，你行不行啊？哎，我是失忆，我不是笨，更何况只要我认真学，就没有学不来的。哎，我们家的烤玉米可是很出名的哦，你这个大个儿，怎么样，想偷师啊？是啊。徒儿见过两位师傅，只要你愿意吃苦，我们当然愿意教了。哎，我有个好点子，现在有你帮忙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送外卖了。
你是个男孩子，就不怕有人欺负了，对不对？对不对？哇，对，没问题，这是个好主意。喂，是，我是。啊，那明天就麻烦你早一点到了。我叫刘彩凡，你到了打电话给我就可以了。不会吧？好，我明天一定过来。好，谢谢啊。耶！谁打来的？太好了，我之前参加了新酒命名的活动，名字被采用了。妈，我们有钱交房租了。什么活动啊？还有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点讲，慢点讲。哎，韩燕，就是你之前说的命名活动啊，你被选中了。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还是不懂啊。哎呀，阿姨，就是韩燕她参加了一个新品牌酒的命名活动，她被选中了，奖金10000元呢。10000元啊！哎呀，韩燕，你太棒了！哎呀，哎呀，妈，你小心点儿。哎呀，看我高兴的都忘了自己的脚了。妈，刚刚就是他们打过来，叫我明天去领奖，我们就不用担心房租的问题了，你就安心养伤吧。哎，我想到了。怎么了？明天他们颁奖，那边肯定很热闹的。我们明天一大早就过去摆摊，我去领奖，顺便教你做生意，一举两得。哇，师傅你很聪明啊。乖徒儿，待会儿我就教你烤玉米，我会手把手的调教你，明天有多少生意就看你的造化了。嗯，是，徒儿遵命。放盐，哎，哎，哎，停着，好好。我们一大早赶过来啊，真是对的，要不然再晚些的话，就没有这么好的位置了。途径，你看看，眼前这么多人，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一根烤玉米。画面是多么的美好啊！所以说，凭你手艺再强，没有天时地利是没用的。你师父在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听到？哎，我在看我做的笔记啊，怎么找不到？你说，玉米烤到几分熟才能涂酱？8分熟，8分熟，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是不记得，转身你就忘得一干二净。你不要再打我了，虽然你是我师父，你也要尊重我一下，好不好？我摆东西，摆东西。环节都要检查仔细了。你好，啊，是你啊？是啊，我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选中，大概是沾了点挂牌仪式的运气吧，让我误打误撞蒙上了。啊，那就恭喜你了。啊，对了，一会儿呢，我们会给你打扮成新娘子的样子，来配合我们的宣传活动，你只要听我们工作人员的指挥就可以了。我还要打扮成新娘子啊？你看，我们的酒的名字都是你取的。你又拿了那么多的奖金，是不是也应该配合我们做一些宣传的工作呀？啊，是的，是的。嗯，那你就去那边的化妆间吧，会有人来给你化妆的。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先过去了啊，一会儿见。怎么样，画好了吗？是你啊。嗯，你怎么在这儿？我是金玉堂的第四代传人，我应该在哪儿？原来是这样啊。另外今天的这个宣传活动咱们俩可是一段啊，你说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缘分呢？你是新郎啊？啊，正是在下，这叫好事成双吧。那真是不好意思，委屈您了。哎，这怎么是委屈我呢？哎，这可是我新娘子，你得上点心弄，让她上台露脸的时候得让所有的男性朋友都羡慕死我。放心吧，先生，麻烦你不要张口闭口的说我是你的新娘子，我今天只是来配合宣传活动。知道，今天只是为了配合宣传活动吗？但以后的事就不一定了。以后？对啊，万一我们俩在台上一拍即合，以后你就真的嫁给我了呢？嗯，画漂亮点。来，烤玉米啊，好吃的烤玉米，快来买啊，一根三块钱，一根三块钱啊，好吃的烤玉米，好吃的烤玉米啊。给我来一根。小姐，要不要买一根玉米啊？好。乖，他在和我说话呢，先来后到，你不懂啊？他嘴巴对着你，眼睛可是看着我的，没看见啊？看着你，得了吧，你有什么好看的？你好看，你好看到天上去了。你，两位美女们，你别吵架嘛，你们是不是模特啊？不是。不是模特啊？那怎么那么瘦啊，瘦得跟纸片人一样，让人看得好心疼啊。是吗？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你眼光真好。哎，这样吧，既然你们都没有瘦身压力，一人买两根玉米怎么样？多吃一点。好啊，你说了算。买三根可以跟你合影吗？那没问题啊，拍几张都可以。待会儿啊，马上烤好。哎，买点什么呀？是吗？贵啊，挺贵啊。是吗？还挺贵。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放心吧。行，乔经理，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始。好，那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是不是？爸，我们上去吧。走吧。不用。哎，走走走。奶奶，你怎么来了？爷爷一个人在医院不要紧吗？哎，你爷爷他是病了，但是心里面还是惦记着这个活动，恨不得把整张床都搬过来。你说我不替他看看行吗？哎呀妈，这你大可放心，彩帆现在一身的能耐都是您和爸爸带出来的，您就放心吧，不会出错的。去看看吧。好啊，走走。奶奶你看全都布置好了。新品酒红花瓷发布酒会现在开始，掌声有请刘家第三代代表刘进成先生。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家父刘京董事长对各位的光临表示感谢。家父偶感风寒不能前来，但是他若知道今天有这么多朋友在百忙之中抽身参加我们的发布会，他一定特别高兴。跪下，看好了，找到他，不惜一切手段毁了他。先生，小姐你好，请品一下。来，小姐，请品一下。来来来，谢谢您。试一下。哎呀，小伙子，来试喝一下哈，尝尝。来，把酒先生品尝一下。我们买的烤玉米，这是我们的新品种秘方啊。这酒啊，清香质朴，细腻醇厚啊。我们可是花了不少功夫研制的，
来品尝一下啊，喜欢的话可以到前面柜台去领取啊，来品尝一下，来去品尝一下我们的酒。这水可是滚烫的，你没事吧？小伙子，谢谢你啊。没事没事。哎呀，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吧，爸？没事，就是人太多了，不小心绊了一下。幸亏那卖玉米的小伙子把我救了。哎呀，你走路小心一点啊，刚才都把我们吓坏了。哎，没事。爸。你看这个地方人这么多，我们还是到台上去吧，否则容易出意外的。奶奶妈，我们都过去吧。好，走吧妈。啊，走走走。哎，你说要是刚刚那么滋一下，真的要是那大哥那位置，还不马上换你坐？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都回来了，多的是机会取代大哥，何况眼下大哥对咱们已经交心了，出了事反而对咱们不利啊。啊，走了。刘进城，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大姐，大姐。大姐，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惹您不高兴了？不，你做的很好。那为什么您看起来最近心情不太好似的？你做你的事情，不要问那么多。哦，知道了。刘进城，现在你家大业大，家庭美满。角落里面忍受着孤独跟病痛，这样对我是何其不公！我要摧毁你的一切。怎么样了？准备的差不多了。啊，太好了。哇塞，人家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可从来没听说过这仙女下凡该怎么装。韩燕，你今天看上去真的比仙女还要美。哎，张小姐，弄得怎么样了？我好了。哇，真漂亮，那跟我过来吧。嗯。干嘛啊？这还用问吗？这样看上去才像新婚佳偶吗？等正式上场的时候再说吧。喂，怎么会这样？啊，好，好，好，我马上过来。怎么了？哎呀，你爷爷从床上掉下来了。啊，这怎么回事啊？那爸要不要紧？是不是我们都要过去看一下呀？我们一块儿过去。是啊，不用了不用了，这个活动很重要，你们在这里看着，我过去就行了啊。妈妈，路上小心，活动完了我们就过去。爸，那我赶紧过去安排一下。好。妈，那我过去。好。也不知道爸情况怎么样。活动完我们就过去吧。如画，经理，让他们过来吧，准备开始。嗯，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好，那女的往右，男的往左。好，我再走。等一下，你一定会挽着我的手。
喜字，个人成就、婚姻庆典、生儿育女都是喜事，其中又以婚姻为最，堪称是喜上加喜。因此，金玉堂特地请来了15对新人，为红花瓷新酒命名做个见证。希望从今以后，只要在喜宴上就能看到红花瓷酒，好事成双，双喜临门。也是啊，上回就是这位小姐帮我们扶了金玉堂的牌匾，看起来这个小姐，哎，和咱们金玉堂还真有缘分呢。现在有请我们金玉堂的营销总监刘彩凡小姐上台。谢谢大家。现在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祝贺今天的新人。同时呢，也有请我们新品酒红花瓷命名人张涵燕小姐上台。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的新品酒红花瓷的命名人张涵燕小姐。哎，韩燕不是去领奖金吗？怎么当起新娘了？高个帅哥，你要是乐意的话，我也可以做你的新娘子啊。你不就买了帅哥两根玉米就想当他新娘子？没门！帅哥，你等一下卖完玉米跟我去约会好不好？我跟你说啊，我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的。是我先看到他的。你先看到他又怎么样啊？我也看上他了。哎、好好好，帅哥，别吵别吵别吵了，跟我去约会好不好？你的玉米好了。谢谢啊。哼，我们要恭喜张涵燕小姐从那么多的竞争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拿到了我们的大奖。接下来我们有请金玉堂的第三代传人刘敬诚先生和汤慧敏女士为我们颁奖。你来吧。谢谢张小姐，你真的好漂亮。汤女士，你也很漂亮啊，你是富贵中透着大气，我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像您一样有气质呢。你看看啊啊，玉萍啊，你看看这么多衣服喜欢哪一件啊？这个哦，这三件都喜欢啊。好，妈妈给你买啊。玉萍啊，一会儿爸爸妈妈要出去喝喜酒，你们俩就在家好好待着，哪儿也别去，听到没有？知道。那你们要早点回来，还有我要巧克力，我要有包裹人的。我喜欢巧克力，妈妈买给我。好，妈妈回来给你买好多好多啊。来亲一下。玉萍，你是玉萍吧？妈终于找到你了，玉萍，玉萍，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玉萍，玉萍啊，妈，玉萍，汤女士，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哎呀，玉萍，妈找你找的好苦啊，玉萍。慧敏，慧敏，好了好了好了，妈，好了。锦城，她是玉萍啊，张小姐，恭喜你啊！哎，她是玉萍啊！你干什么呢？快下去吧。玉萍啊！哎呀，你说什么呢？啊，对不起。走，快下去，下去啊！慢点啊！哟，这怎么回事啊？哎，哎，你看你看，这大嫂是不是疯了呀？哭了，你说玉萍都失踪这么多年了，你也该从那个阴影里走出来了。你说我怎么可能走得出来？玉萍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在想她。你知道我的内心有多煎熬吗？我知道，
那你不能把张小姐当成玉萍啊。你说你抱着人家又哭又说的，我看她呀都被你吓着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她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她就像是我们家的玉萍，你觉得不像吗？哎，你呀，你这是思念过头造成的。行了，活动已经结束了，赶紧收拾收拾，咱们还得去医院看爸爸呢。爸，是玉萍。行了，走吧。各位，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希望大家以后可以继续支持我们金玉堂，谢谢。哎，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好端端的从床上掉到地上去了呢？我一个人闷得发慌，想拿遥控器看电视嘛，没想到，哎，还好没动到伤口，只是手扭伤了一下。你呀，先是开刀啊，现在又扭伤，你再不好好照顾自己呀，你小心你大难临头啊！我看呐，你还是在医院好好给我躺着。哎呀，我已经待不下去了，回家养不一样吗？嗯，赶紧给我办出院手续吧。这是你的家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这得医生说了才算。好好好，我不和你争这个。今天的活动怎么样？人来的多不多？现场反应怎么样？